家你想看美凤有约，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。咱那里做料理的时阵，有人讲哦，下一块这个香菇较香，一款大的香菇。不过大的香菇呢，你安尼当然你下来煮的时阵也香气上，不过有人我希望伊会少发一个时阵吼，诶，香味较好。不过你别那用冷水给泡，要泡足久的，整日点真久。你来用烧水，惊迄个香菇的香气都无去啊，较无遐尼济。啊，有一款就是用温水。啊，有人讲加一撮糖啦，放条20分啦，半点钟久就 OK。啊，那无呢？你唔免下这个糖嘛，用你就用个保鲜盒，然后呢，你个加只香菇，吼啊，打香菇下了，佮下就个温水，你个切咧切咧，摇摇摇摇，迄差不多15分左右就会用安尼吼，算讲软软啊，安尼香气佫滴，予大家做参考。今仔要做甚物料理呢？请到谁来跟我们分享呢？好的，我们请到陈丽琴，还有锅具达人明导，我们欢迎二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布丁妹陈丽琴，我是锅具达人明达。今天与美凤约什么？顶尖不粘锅超顺手，煎煮炒炖样样行。哦，太好了！欢迎好，欢迎欢迎！哇，丽琴，你今天穿这样好可爱哟、喔！谢谢，这又性感，又觉得又可爱耶！谢谢凤姐。那明达呢？今天穿粉嫩粉嫩的颜色，要来分享喝起来料理喽。好，敲门。两位合作要做什么料理？今天带来了三样料理。好，三样。第一个是鲜菇鸡汤，第二个是香辣萝卜糕，第三个就是洋葱酱烧松板猪。鲜菇鸡汤的食材有：鸡腿两只，白金灵菇20克，杏鲍菇1颗，雪白菇20克，红喜菇20克，鲜香菇5朵。干香菇5朵，青葱1根，香辣萝卜糕的食材有：萝卜糕600克，蒜末20克，青葱2根，豆芽100克，洋葱酱烧松板猪的食材有：猪颈肉600克，洋葱1颗，蒜头3瓣，青葱2根。好久没有看到凤姐了，对啊，今天看到我又心花怒放。欢迎常来，我们就有喝了。我也很希望可以常来分享，都很棒的工具，让这个料理呢又营养又美味。好，哎，丽琴，我做料理好哇，其实都是什么炒泡面啦、炒饭啦、炒乌龙面呐，还较简单啦。没有，现在料理嘛不简单呢，还没做料也好吃嘛不简单呢。泡面呢，刚大家买一下。炒泡面，炒泡面用菜啦，了解。哎，掉嘛就重要，重要。有当时那个锅子好重哦，我得处理擦擦。要拿起来，两只手拿起来，然后倒，很辛苦。就当的呢，那你这个店也就当的嘛。你拿拿看，我拿看。我提不准，这你拿拿看。你就轻的呢？就轻的哦。我有点吓到哎。你平常在家里是不是都是就只是？你知道我平常怎样吗？炒一炒之后，然后每次我要把它装在那个盘子里面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这个就不用了，然后撸来撸去，撸来撸当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今天让你尝试一点不一样的，煎萝卜糕，煎萝卜糕，好不好？好，试一下，哎，来我来煎萝卜糕啦哈，好哎，其实无油伊嘛有法多啦，只是讲吼无油袂香啦，有油比较香啦，对，有油比较香，我们先把萝卜糕先放下去煎，好，来，啊一般萝卜糕不是都。就是那个黑掉，因为萝卜糕如果整片，我们那个是一般就是好像是过年啊，我们那种在煎的。可是我现在是用炒的，对，用炒的，所以说呢，我是用这个切块的。哎，你来用这个店的时阵吼，咁一定告诉我。其实你今嘛吼，就很多那种家庭呐，伊拢是迄个系统厨具拢插电的，插电的变成讲哪敢那用加速炉。有淡薄啊受限，所以我给他用的这种油温刀，起码嘛该用迄落
爱去煮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可以。对，这个我就是喜欢用它，就是因为它不挑炉具，所有的炉都可以用。了解。对，啊，我下面也可以跨机车。最好的情况，我上个月去韩国啊，然后去朋友家，哇，他们怎么都在用这个，然后去餐厅吃饭也在用这个，所以我就把它带煮回来用用看，哎，发现说怪不得，因为第一个很轻，很轻，第二个导热的速度很快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所有的炉具它都可以使用。哦，对，所以就现在就都用这个比较方便。了解，好。那我先来煮汤。这边现在被煮汤跳。好，丢。鸡肉我先把它这个穿烫。穿烫过了。对，先把它穿烫过了以后。所以我就要开火了。对，穿烫过先把它去这个浮沫，好，去它的血水。然后呢？啊，这直接在水就可以直接加了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哦，我觉得我们这样感觉很好哎，大家大家一起做，很方很快，速度很快，啊，因为它的导热速度很快哦，所以说在家里啊，平常哦，我们比较它熊阿鼠哎，哦，起码用这个电压升功，它会比较省瓦斯啊，就是我用了一阵子以后的心得，水够吗？哎，够够，因为我这边还有很多的料，来，那我这个先把它盖起来，好，然后你还要再做别的吗？对，好，好。那这边在煎的同时呢，我就来炒这个松板猪好了。好，这样松板猪你有需要洗过吼？哦，有啊有啊，我这里来这个掺这个黑胡椒粒、白胡椒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糖啊、酱油啊，稍微把它抓过。好，一样少少的油。啊，你那点黑白白白白黑是？哦，这个点哦，伊真正是较无同。因为它这上面的花纹，我一开始也想，哎，它这个怎么会有一个放射状？对，其实啊，它这个表面哦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它上面满满的这种都是钻石晶体，它把那个钻石哦，按那个崩体，它变之后，看它那个钻石粉，非常细的那种钻石晶体，然后把它布满整个，很硬的耶，很硬的。那因为咱在电下就是讲，你那修嫩，但有些擦起来物件，一块零的，安怎一块零的？那差，哦，可能会掉漆，但是它这个上面加的这个钻石哦，表面的硬度变得很硬，嗯，对，那就不会落差了。对，那刚刚像这个那个仙女姐姐啊，你拿起来很轻，对不对？对。最主要是因为哦，它这个上面还用了钛合金，哦，钛合金，所以它整个重量哦就变得很轻。那这个放射状哦，它最主要是它有一个增加我们迅速导热，而且会更均匀的效果。它不会说咱火甲开落去，有些咱开小小啊火，嗯，敢那伫咧中啊，但是它这个放射状会把这个热都带到旁边，你看在边啊咧煎，有没有？这个旁边它的温度都带得过来，边啊也煎得到了。对，小小的火，现在一点点的火而已啊。哎，对。哦，然后它这个热能都会传达出来。嗯嗯嗯。辛苦，我大概都是这样，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，然后就是尽量负责吃，负责了解为什么一个料理这个工具那么重要。让我们可以锁住营养，锁住美味，这样做料理没那么难哦。没有，其实凤姐还有常常还会发挥到一个教学的工作啊，我就常常都会指导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应该要怎么弄，那要怎么弄。我跟你讲，我在看人家大厨，我在不懂的时候，我就从以前不懂我就开始问。哼，有想过就在那种做美食节目也好，然后东西中破才来做。以前比如说陈红啦，或者是谁，都是很会做料理的。所以他根本不用跟人家解释，我是不会。我说那为什么要这样？那为什么那葱会卷卷的？他说你泡水它就卷了。我就帮很多人问，啊，慢慢自己在学。所以开干学你的迄个底白跟擦好啊。对啊，放这里放下铁匠。啊，今麦要下这，爱过下油不？哎，没啦，我用伊来这盛落来油就好啊。好，那我这个葱要不要放进去啊？等一下还是现在？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。是最干够卡恰子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放下去就好伊。就煎起来，唔免想无用，你就一直很忙呀。可是凤姐，你有发现萝卜糕很容易碎，很容易破。可是我按你里拉拉，拢无破呢。哎哎，主要的是因为哈，过去都是用那个铁锅或者是钢锅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第一个，对啊，一碗豆就这样。啊，我现在哦，小煎起来，你若无紧甲刷者吼，啊就黏掉，哎对，啊你就吐就破去啊。然后就变成碎碎的萝卜糕。对。那现在就是锅子好用嘛，锅子好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太多的油啊，也不用太多的技术层面在上面。好，我这个肉呢就可以一起下去。要水吗？没有，我这个待会只要一点点水。哎，凤姐你讲没错呢，不要动它变上色哎。对啊。所以
所以加高呢，我没我也要看呢，我来加一点点的这个酱油膏，好，然后加一点水，对，现在吗？对，好，要多少的水？你很平哦，好，水 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把它拌炒均匀。对，让它稍微等一下，都不要动它，没有，安尼洗较碎啊。一架也恰恰。嘿。好，那我这个把它盖上去呢，让它稍微焖一下。好。哦。哎，凤姐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为什么这个红曲酱油好像有沉淀物？哎。哦，因为它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这个酱油做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把这个红曲这个米啊，把那个米啊腌到一半的拿去磨成这个粉，再把它加进去。哦。对，所以说你会看到它里面有沉淀一些这个。很那个米粒，好，那些这是米粒，天然的，天然的会沉淀。那像它这个酱油呢，本身呢，它遵照古早的这种炼酱油的方式，那它在炼的过程，它要花到6个月的时间，时间也蛮长的。那黄豆的原料，它是用那种飞机改的，吃的也是比较健康。那像这个酱油哦，它本身就越煮越香，它够被吸掉。嗯，对。那我自己在家里也是都吃这个酱油。哦，那像这个萝卜糕啊，煎成这样，其实哦，它也差不多。好，我待会就准备来炒它的这个酱汁。好，就不要一直翻它啦。对，就刚好它一同，因为你一直翻的话，它的温度上来的时候又掉下去，上来的时候又掉下去。对，那如果说我们同一面让它煎个，比方说40秒到1分钟，它表面就会有这个上色的效果。哦，这颜色也很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好，那像这个锅子啊，刚刚把它煎完炒完，有这个酱汁的，也是这样轻轻擦过。哎，先擦了一个水，稍微再冲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它这个擦过去的时候，它上面的东西其实是不会粘在上面的，这样就干净了。对，当然如果在家里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就是给它看一下，说这个锅子啊，平常在家里的时候，它在保养、在使用，就变得很简单，耗精力的。好，那我再来这边，我们这个在做的时候就简单的葱白、蒜头，好，先搞别贵的。那也是用我们刚刚这里面剩下一点点的油啊，炒到一点点的这个香气出来，加一点点的豆瓣酱。好，啊，这里啊，放一点嘛，就好。哇，这个颜色比刚刚漂亮多了哈。超漂亮的。看起来，那不用太忙，要加水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先下萝卜糕，不用，然后再来加水。我先下萝卜糕。对。就是这个香气出来，豆瓣酱的香气出来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Thank you。好，来把它加一点点的油膏。油膏，好。那就加这个，不用加盐啊？对，都不用。啊，这个呢？本身哦，对，这个也要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豆芽还有它的葱绿、葱白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就不用。哦，对，那边就不用了，有准备比较多一点。OK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等到它的豆芽菜稍微让它变半透明状，整个料理就完成了。这样看起来萝卜糕好高级哦。就是把它，因为萝卜糕以前我们煎出来了以后就是沾酱嘛。用这个吗？好，没错没错。好，可以关火。那你就可以。OK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凤姐。没。好，我们就像这样，料理就完成了。而且这萝卜糕炒出来的时候，它绝对不会粘在锅子上面。嗯，好，整个就是像刚刚仙女姐姐煎的漂漂亮亮的。好，那这两道 OK 了。对。然后这个鸡汤啊。超香的，很香哎！来看看看看，太好了！待会咱就摕迄个碗公给带起来哦，啊捧起来好不好？啊，今麦就要准备上菜喽！来了来了，我们来吃这个美食，而且很短的时间就把这料理做好了。对啊，快来夹一下，开动！好，开动开动，来你们给汤。嗯，就胖哎，嗯，哦，好喝。那个菇哦，本来这个香气，然后又提味，对，哦，又那个甜甜的，整个那个香菇的那个香气。因为我无看明达下什么调味啊。其实哦，我这个鸡汤哦，我只有一个调味料。嗯，
红曲酱油，对，只有加一点点的红曲酱油，越煮越鲜，因为它有那种提鲜的效果。嗯，只要加个，像我刚刚只有加个一匙啊，对啊，这个清水就变高汤了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用太繁琐的调味料。简单的红曲酱油下去，哇，那个鲜味都出来了，很香哎。而且喝这个汤还有一种回甘的感觉。嗯，萝卜糕来了，你见的，我见的萝卜糕，很美啊，请试试。恰恰，吃看看看好不好吃？嗯，我看袂歹呢，好吃。嗯嗯，恰恰，对。普通是要收好收无？哦，就好收呀，因为哦。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哦，我们锅子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啊，有大有小的。嗯，但是这个锅子我平常在家里啊，我收起来哦，就四只锅子就等于一只锅子。好嘞。哎，我收起来就安尼，那碗盆那个架那呢抬起来先的，歪勾七穿嘛，乱七八糟。对，那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子，大锅小锅这样子叠起来了以后。四只锅子等于一只锅子，对啊。而且我觉得有的炉具这边会有那个螺丝哦，哦，就拍摄呢。还有做铆钉哦，对啊，因为像这个这没有哎，这样很好。它的做法是送进这个模具里面，把它里面的合金啊融成浆，然后灌进模具，干了冷了以后就会变成像这样。那它这个本身在灌浆之后，它就会预留这个所谓的螺丝孔、固定孔，它这个就不需要再打铆钉进去。对，家里锅子一定要有大的，有小的。平常早餐的时候，我一个小小的煎锅。啊，有时候煮泡面的时候啊，我用一个这个泡面锅也可以。对，那如果说是我平常煎牛排、鸡排、鱼排，哦，做菜煲能，我就用大煎锅。那刚刚我们在炒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用大炒锅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锅具我带回来用的时候，我发现说，哎，我有了这一组，哎，其他的锅具都不用，而且钻石它是真的，怎么样？健康、天然，又耐用，这不能光靠嘴巴讲。那我就用这个石头来跟它做硬碰硬的实验。石头哦，对，像这个石头在里面呢、啊。我们直接在里面像这样翻炒，我像这样子炒，应该是比那种蛤蜊啊那种都还要来得更硬。等于说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动作。好，那我把它倒出来，哎，好，这个可以检查一下，就是刚刚这样子炒这个石头，在里面敲，在里面刮，在里面磨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哦。因为你看它现在这个布灵布灵有没有这些亮点，全部。都是钻石晶体来增加它锅具表面的硬度，对，所以它就达到新的一样哎，对，就达到了这个抗刮耐磨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刚刚像这样子炒过石头啊，很容易就是很，因为毕竟它是不粘锅嘛，那它的不粘效果有时候我们是肉眼看不出来的，所以我就在刚刚炒完石头了以后，好，我们直接来煎一个蛋，来看一下说像这样石头炒完它有没有维持着它一样不粘的效果。很简单，我就拿筷子。好，我来把它简单翻个面，有没有？它这个翻过去了以后，对，它就不会拖泥带水。要煎蛋做蛋包饭，它都绝对不会变成炒蛋。好厉害哦！对，这个煎起来就是像这样漂漂亮亮。每次我煎一颗蛋，然后有半颗蛋都在那个锅子里面，打开弄啊，你等下吐几半不？对，那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点啊，像我这边呢、啊。这是糖浆，那这个糖浆哦，它本身呢、啊、就是就凉咩，啊，有些咱阿公被做这个花生糖啊，后，那像我们这样子把它倒下去啊，它这个有多黏哦，你看这个稍微简单把它炒一下，给鬼玩呢，都会黏在你的锅铲啊，黏在你的锅子上面，所以点点点都掉按内旋哈，锅子通常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。爆销了，你看这多少年？那这个钻石锅哦，就是平常在清洗的时候，简单的抹布，哦，我就可以把它洗得很干净。那像碰到这个糖浆类的东西啊，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它所有的脏东西，它都不会粘在锅子上面。嗯，像我刚刚这整片的糖浆啊，来，我把倒出来给大家看，整个糖浆。你看、哦、它粘在锅铲上哦，可是呢，它不会粘在锅子上面，好神奇哦！整个锅子干干净净的，把它擦过去，完完全全不会粘在上面。嗯，有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？那它这个刚刚我讲的这个钻石啊，它除了说锅子里面，它连锅子外面，它也是满满的这个钻石晶体，有没有看到？布灵布灵、闪闪亮亮的这些。这些全都是钻石哦，所以说它这个除了锅子里面不沾啊，它连
锅子外面，这样子也可以煎蛋，它也可以做到不粘。那我现在就用这个锅屁股啊，哦，我来煎一个蛋给大家看，哦，这个蛋把它倒下去，哦，它等于是满满的哦，钻石晶体包覆了整只的锅子，所以说锅内锅外都不粘的话，那有些油哦滴落来，进入了滴落来先，就好清晰，咱只要注意个强落先，它整个就是像这样，干干净净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这个用锅背煎蛋，也可以煎得像这样漂漂亮亮。完完全全不用技术，也不用功夫，对吗？哇，做起来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所以它等于是内锅外锅都是好清晰。嗯，对，而且容量又够大。像我这个整只的全鸡放在里面，对吗？归家给坑里来电动五缸。对，所以容量也大，又好用，清洁又简单，又不挑炉具。对，好，那当然就说现在我们能够自己料理啊，啊，为了家人啊，为了自己那个健康来把关，这真的也是很幸福。但是做料理真的有时候也是辛苦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样顺手就找一个好的锅具，加上那个调味很简单的调味，也是让我们很安心的调味，这也是很重要。让你的，你看那个汤就是好喝，又有健康，所以那么加料啊，那好贵也弄啊嘞。不需要去烦恼了哈，你就会觉得说哇，在家里做菜机会就比较多了，很享受，对不对？以后你煎蛋就不会说大部分一半都在锅子里头了，这样很好煎，对不对？而且哎，凤姐给你来，这个真的就好厉害，来，我们谢谢明郎，谢谢凤姐，谢谢凤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幸福哦。